哟，我是老威。哎，今天老威戴白手套，哎，因为我们要来开箱的是 FGO 白枪。老威这是第一次开 PDC， 特地戴白手套来开箱这一款。大家有没有等这一款等了非常非常久？这款有没有等了有没有一年半啊？好像之前是2018年6月预定吧，然后现在已经几月了，现在已经2019年了。而且最妙的是，对岸好像盗版的已经好像半年前就已经出了，结果没想到正版拖了这么久，他就马上过来开箱。好，我也好不容易把它煮好了。这一次比较难装的地方是它的披风真的是有点紧啊，然后还有它的马鞍这个部分，是马的缰绳这个部分呢，需要扣一下，但是不好扣，所以老威就勉强让它不要扣了。但其实整体白来讲的话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，我觉得等的真的是很值得啊。老威去抓一下对岸的图片给你看一下，你有没有觉得应该要买正版的？这一款呢、啊，目前已经7000多块钱了吧？我觉得说，其实就是 PPC 真的是有时候真的错过了，然后你要等再犯，有时候真的是等的天荒地老，例如那个黑贞德之类的。群组的朋友跟我讲说啊，他当初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款当初预购的时候是5000多块钱嘛，他说他在 FGO 那个游戏里面啊，为了抽这支白枪啊，他花了3万块钱。我说哇，那就基本上是可以买6支 PVC 了嘛？他说对，还好有买，就是我觉得 Fate 这个公司赚翻了。今天老威帮你拍了很多细节，就少听老威讲废话，可以蛮专心感觉一下这一支 PVC 魅力所在。老威还要再插嘴一下，等一下再看，再慢慢欣赏影片。这一款之后还会再出黑枪，你有没有很期待呢？